那么在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副总统拜登，他与印度的领导人在印度举行会谈，努力要加强华盛顿与印度的贸易和安全关系。 那么，拜登呢是星期二在访问印度的第二天，他在新德里会晤了印度副总统安萨里，他同时也将会晤印度总理辛格。那么，在对印度四天的访问里，拜登将要讨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印度的安全担忧，以及向美国国会建议跟制海外的高科技人员签证的问题。拜登和他的夫人呢，在星期一抵达新德里之后，参观了印度独立偶像甘地博物馆。那么，星期三，拜登前往孟买。 在孟买的证券交易所发表了演讲。星期四，他还将参加一项增进妇女权益的活动。